Hello， 大家好，那这一期的话我们来讲一个非常简单的隐藏成就，它的出发地点的话就在我们往西的环纳兰纳啊下方，在这个传送锚点出发啊，这也是 3.4 版本新出的一个隐藏成就。过来之后将我们视角调到西方向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限时挑战，时间的话是100秒啊，获取这个宝箱。啊，这个限时挑战没关系啊，失败了可以再重新挑战。然后这边的话沙尘暴的话特别的讨厌，你可以看到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光圈。你看上面有个适应槽，根本就看都看不到。好，我们过来。那宝箱的话就在这个下面。好的，我们开启。开启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成就了啊，非常的简单。好，本期视频啊，我们就到这里。令人快慰。